这是天幕泛蓝的一刻，城市又将迎来它崭新的一天。就在这每日清晨的片刻宁静中，这座繁华而现代的大都市才真正被浸透在了一种属于历史的沉寂当中。就如同眼前的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铁桥，当所有的喧嚣和热闹都在晨曦的微风中慢慢散尽，空气中开始漫浮起一种属于过去的气息，有一点陈旧，有一些温馨，更有一丝久违了的熟悉。这是从前上海姑娘的陪嫁品樟木箱底所特有的气味，任凭时光的流逝，却依然清晰可辨。作为上海的一个城市标志，外滩不仅属于现在，也属于过去，是那个风尘岁月过后留下的印记。外滩的情人墙和万国建筑博览，构成了它独一无二的浪漫和妩媚，吸引着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1986年10月16日，外滩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上海。这是自香港回归问题中英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英国女王第一次访华。在最后的一天，女王被安排参观南京路商业街和外滩，她的车队还将通过外白渡桥，这座上海人家门口的外婆桥。那么辣辣途经南京路外滩的辰光，特别是前方出现了上海大厦，特别是上海大厦前头有了搿能介一座铁桥。那么女方想伸手打开车窗呢，但是我搿个是保险车，那么车窗玻璃很难打开，是伊个随从随后呢帮伊打开了一条缝。我从反光镜里向看，伊看了特别的仔细，是吧？那么一个随从呢，也是看了相当仔细。车队缓缓地开过了大桥，也缓缓地开启了一段属于这座桥的尘封往事。一个多世纪以前，第一个在苏州河上架桥的就是一个英国人。100多年以前，上海开埠后，列强迅速看中了城内那条苏州河的经济价值。英国人在南岸划定英租界，美国人则在北岸虹口一带开辟美租界。当时的苏州河上没有一座桥，过河只能靠小木船摆渡。几个最靠近黄浦江的渡口分别以他们的位置被命名，最外的一个渡口就叫做外白渡。在苏州河两岸道路日益增多，生意活动日趋频繁的情况下，南北的往来还全靠小船摆渡，就显得非常的局促紧张了。当时有一个英国商人，他叫威尔斯。威尔斯呢，他
的头脑很好，他想这个过江呢靠摆渡，过一次江收一分钱，那么实际上还要排队，那么如果在这里架一定桥的话，过桥收费的话呢一定收入不小的，所以他集资成了一个威尔士桥梁公司。这桥梁公司呢就投资在那个苏州河，得到工部局的允许，在苏州河上架桥。1856年，苏州河上第一座木头桥建成了，桥长137米，宽7米。为了便于较大的船只通过，中央一段的桥面可以吊起，以便桥下船只通行。木桥的位置在苏州河流入黄浦江的交汇处，因为桥正处在外摆渡口，所以又称外摆渡桥。